兽印既然要完全控制，当然就是要完全控制分辨善恶的能力，要掌控分别善恶的能力，就一定要废除所谓的言论自由。因为只有在他们说正义才是正义的，他们如果说是邪恶就一定是邪恶的，不可以有任何不同的意见。接下来这个女的是从澳洲来的 E-Safety Commissioner 网络安全检察长，她说我们要重新定义言论自由。We are finding ourselves in a place where we have increasing polarization everywhere, and everything feels binary when it doesn't need to be. So I think we're going to have to think about a recalibration of a whole range of human rights that are playing out online. You know, from freedom of speech to the freedom to, you know, to be free from online violence, or the right of data protection to the right to child dignity.我们要重新调整对于言论自由的定义，这个是几乎所有曾经拥有过言论自由的国家的左派都在挑战的事情。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人掌控言论自由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基本上就是自由派的人全部都可以为所欲为，然后散播这些变态的思想，但是所有保守派的人都会被彻底禁言。这个是每个国家都正在发生的事情。不同的是，这个女的说的并不完全是错误的。我们的文化里面其实一直都有禁言的制度，言论自由也有一些东西是不可以说的，不然就会得到社会的责任。例如说诈欺、威胁、鼓吹暴力、淫秽这样的字眼，一直以来都是被所有的社会文化认为说应该要被禁止的。就连淫秽的字眼到现在都还是有法律在管制，只是没有人在执行而已。事实上就是美国这个国家曾经还有法律是不能亵渎神的，其实这个国家还是有不能亵渎的法律，只是对象不是神，而是什么同性恋啊、变性人啊、Pride Flag 啊、BLM 之类的。或许不是直接的法律，但是一定有制度在我们的社区、公司、学校来限制我们的言论，还有什么样的言论。所以某层面来说，我认为说他说的是对的，我们的确要重新定义言论自由是什么东西。我认为现在有很多东西是不应该可以讲的。现在对于言论自由的限制是完全针对正常思想跟保守派的思想。左派的言论还有思想是被提倡的，是被高举的。他们可以要求暴动，可以执行暴力，可以开放奸淫。所以说我认为这个女的说的没有错。我也提倡要重新定义言论自由。我们的言论自由应该是要来保护所有的言论，而不是打压一方的言论，而且提倡另外一边的言论。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 Elon Musk 会想要买推特。兽印是什么？目前没有人知道，只知道666啊，额头上有啊，右手上有啊，有很多很多的猜测。但是兽印要怎么被创造出来，然后创造出来要干嘛？我相信就应该是类似这样子的全球精英的阴谋集团开发出来的。南加儿童合唱团现在开始报名了。南加儿童合唱团成立于1998年，曾到纽约、波士顿、华盛顿特区、夏威夷等多处演出，并参与国内外各大音乐节，荣获各大奖项，均取得优异成绩。从即刻起接受报名，课程均由专业指挥教师指导，每个星期六下午有分4到8岁、9到12岁以及13至18岁不同年龄段的课程培训。欢迎打电话626-779-6767报名咨询，或是登录网站填写资料报名。